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平溪的金童，今天来造访忘忧古道。忘忧古道是白石角地区山区的一条农路，原本的古道已经荒废，后来住在中埔这里的一位黄老先生，经过多年的开辟整理，才让这条古道重见天日。忘忧古道的入口就在金童平津桥，过桥之后，桥头这边的矿工住宅、公共厕所旁的水泥道往上走，就可以抵达古道入口。中埔220号，这里有右岔路，是车道通往平津桥，能取直行。这里又有岔路，取左行。这里有小桥流水，我今天没什么水量。这里又有岔路，左岔路通往民宅，水取右行。右前方的西岸有一座凉亭，凉亭这里是忘忧古道溪谷路线及人线路线的一个交汇点，从这里起会形成一个小环状路线。右侧栏杆这边通往忘忧古道的人线路线，我回程会从这边下来。直行往溪谷路线，现在继续走一段小水泥路，待会就会接古道山径了。岔路取直行，等是沿溪行。前面有一座蓝沙坝，蓝沙坝对面有一条小径，也是可以通往人线路线。蓝沙坝的前面有一条左岔路，从这里进入忘忧古道。哇，前面有一支三枪，忘忧古道路况非常的好，感谢黄老先生这些年来热心的维护这条已经荒废的古道。前面这里有岔路，对照资料，右岔路是可以绕回刚刚的凉亭。我取左行，继续走溪谷路线。这里又有岔路了，左岔路这里还有古道旧街的遗迹，不过根据资料是要在这边过溪，对岸那边也有登山条，岩石上有红色箭头。这处溪谷是一处小小的水源地，姑婆玉旁好多大青，这是制造蓝锭的原料。右侧那里有一座古老的石盆有印宫，是古道的见证。石盆有印宫，石盆有印宫这边的地势非常的平坦，这应该都是荒废的拓垦地。哇，整片的大金，或许这附近有金雀遗址啊，杂草丛生啊，这边开始要有一点小爬坡了。这里又有左右岔路，没有指标，根据山友法兰克的记录，左边是新路，是后来黄老先生开辟的，路况会比较好走，那我就取左行。
这边路径不明呢，也没有登山条。刚查了一下离线地图，我发现我走错路了，我应该还没有走到新旧岔路的岔路口那边，所以是我判断错误，不是法兰克的错误。回到这座小木桥，改走这边，古道呈之字形，缓缓的上爬。这里的山坡种植一大片竹林，这里又有一个岔路口，直行往望游古道的人线路线，左岔路往附近的苏家古厝。我先在这里取左行，前往苏家古厝遗址，走进来大约10公尺吧，我看见苏家古厝了，不过只剩残墙遗迹而已。古早厝地，苏宅。所以前面山坡这片竹林应该是苏家的竹林。我在台北近郊的山林踏访古道超过20年，最喜欢这样的沧桑景点。曾经有不明就里的人在我的频道留言说，你喜欢看沧桑，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我只好无奈地回答他说，我们喜欢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并不是喜欢看人家发生不幸，而是从这些不幸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领悟人生。所以我是喜欢看沧桑景点，并不是喜欢看人家沧桑。从平津桥走到这里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不过如果是守门守路的话应该不用走那么久，因为我今天在每一个岔路口都花了一些时间来判断哪一边才是正确的路线。苏家古厝这边还有山径，可以爬往平溪著名的峰头尖，然后那边可以绕更大圈的人线步道回到凉亭。我今天没有打算走那么远，我就回到这一处岔路，从这边取右行，走往望游古道的人线路线。现在是爬向人线，人线路线会比较有起伏，不过可以走出环状路线，看看不同的风景。哦，上来这里又有岔路，就取右行。哦，爬上来了，接上人线步道。山径的出口这边树干有写着下往老街吧。哦，接下来就是人线路，会有一段上下起伏。今天在整条望游古道都没有遇到任何登山客或游客，所以在台北近郊如果想要避世的话不需要登高，从镜头火车站走出来不用20-30分钟你就进入望游古道了。前面那里有个展望点，继续前行。现在开始往上爬了，爬上来了。哦，这里有一座石门，不过不用穿越石门，而是绕过去，山径在这边。这里有双扇蕨，这里有左岔路，左岔路是往观景台。哦，上来了，大概1分钟就可以抵达。展望台应该是悬崖吧？哦，前面是平溪富士山鼠狼尖。石笋尖是平溪三尖的两尖在这里，另外一尖峰头尖已经在我后方了。
观景平台这边就有山径，可以直接往下走，所以不必往回走，从这边下去就可以接回步道，接回步道了。现在就一路下坡走往凉亭。哦，这里有大石壁，之字形的绳索，一路下坡，就开始往上爬了。我抵达长椅休息区了，抵达这里，距离古道起点的凉亭就不远了，那就在这边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完毕，我要继续前行了。这段山径有铺石阶，山径呈之字形，缓缓下行，抵达一处竹园。这边有龙径通往溪谷的南沙坝，接水泥道路。我仍取直行，我要从凉亭那边下山。我回到凉亭了。今天造访忘忧古道，来回差不多三个小时。忘忧古道是一条非常有野趣的古道健行路线，不过沿途岔路非常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造访这条古道的话，最好先下载离线地图作为参考。最简单的方式就参考影片下方文字说明栏里面我所附的 Google 路线地图，这是我从 GPS 档案汇入的资料，所以路线非常的精确。你只要在健行开始的时候打开这个网址，那沿途就可以一路参考这个路线地图，那就不会迷路了。那我今天的忘忧古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